東區醫院一個84歲男病人今日離世，本港至今累計17個患者死亡。嗰個84歲男病人住喺彩虹坪石村金石樓，過往健康良好。今個月16號下晝，因為氣促、乏力同埋嚴重肺炎入住聯合醫院，但係治療期間病情惡化，兩日後轉送到東區醫院深切治療部，佢病情冇改善，今日上晝4點離世。